郭富城、吴镇宇、任达华、方中信这个强劲阵容合作开拍新戏，四位型男爸爸碰头的时候散发着阵阵暖男的味道。女演员方面有两位靓妈周丽淇和汤怡参演，其中 Aaron 和镇宇两大影帝更是相隔22年再度携手合作，今次除了考演技之外还有不少埋身肉搏的场面的。其实今次我们的演员阵容很鼎盛，即是见到很多很多的好演员，咁咪有畫過啦，咁我之前有同佢合作過，就比較多啲嘅。咁所以今次我喺呢個戲裏邊內幕，我係飾演一個大狀律師，但係又識得跆拳道，文武相全啊！擺低 pose 啦，文武相全，唔係俾其實開心嘅，即係導演去設計呢個特登，即係俾我發揮啦，希望。中間陣雨又有啲動作啦，同我反派，咁到 ending 嘅時候，我亦都同我反派。就係、是、用我的跆拳道同佢激戰咯 ，KO 到人噶啦，應該唔知喎，要未拍喎，依個禮拜真係未 KO， 依個禮拜內就係要你放心啊，我都你諗下，喂劇情都係要講阿鎮宇嚟救我嘅，你諗下我有幾勁 ？KO 嘅。講起父親節就快到，鎮宇同 Aaron 都可能要喺工作中度過。當 Aaron 講起屋企兩個千金嗰陣，鎮宇竟然表現得好驚訝噃。好中意送禮物俾爸爸噶嘛？有，他們兩個很喜歡畫畫。兩個？對，我有兩個女兒。我是两个女儿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两个因为二宝跟大宝呢，他会学习他，大姐姐做什么，他讲一句话，二宝就会讲一句话，大姐姐在画画的时候，二宝也会在旁边跟他说。那女儿怎么找男朋友？女儿那么帅的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现在我的礼物平常最多的就是，偶尔他们就会画作。哎，肥妈老努力。对，他们都是女孩子的。他写画一些画送给爸爸，我觉得这个很开心。追求他们。所以什么父亲节对我来说没问题了。平常都那么窝心了。周丽淇成为人母之后甚少露面，今次佢就会同 Aaron 饰演情侣 ，Nikki 都好期待啊。因为我同佢隔咗好多年未合作啦，一嚟就要讲育儿经咁啊。啱啱入行嗰阵时合作过，咁而家都相隔。好多年啦！呢排即係照顧小朋友嘅重任，會唔會都交咗俾老公啊？我都係我同埋我媽媽。臨開工前使唔使要心理輔導佢？有 briefing 嘅，有㗎，有 briefing 嘅。我話媽媽要翻工啊，佢翻工咁咯。係啊，咁跟住就話你乖乖地啊，咁啊，唔知聽唔聽得明啊？講翻呢套戲啊，即係好似好多型男喺度啦，會唔會俾佢哋搶曬鏡啊，女士？好多美女啊，睇下幾多美女。咁佢哋搶鏡就一定嘅，咁啊，反而我以前對住各位影帝級咧，其實我就好騰雞嘅，但係反而係我唔知點解，可能生個小朋友之後，我自己心態調節咗之後咧，反而今次我係好 enjoy 成個拍攝過程。方中信同华哥在戏中有不少互动，华哥更加要挑战高难度动作，好彩平日佢有 keep 住做运动，所以绝对难唔到佢啊！即系见到个即系卡士嘅阵容咁强劲，系咪当初都唔使点样考虑，都一口答应去接演呢套戏咁样？我听见又有阿华哥啊，又有阿成成啊，又有振宇嗰啲反应噶啦。系啊系啊，华哥咧都好开心啊！我好开心，冇咗我大佬，我边有我呢个角色啊？我角色入边叫危险人物。呢、這個危險人物咧，就係喺間公司入邊咧做個財務總監。咁我呢個我大佬咧就一路都欺負我，個內容就唔講啦。咁啊，第一場戲咧就因為佢，咁我由五樓就跳落嚟，咁就犧牲咗。算係好大體力應付啦，已經。係啊。係係係。好快就即係父親節啦，咁會冇咩時間慶祝㗎嚟緊？父親節其實就係因為有母親節先會有父親節嘅，咁啊始終。母親節都係主角嚟嘅，父親節都係配角嚟嘅啫。咁啊，係嘛？啱曬，我同阿我大佬咧就決定都要去花墟買啲靚花送俾我哋嘅另外一半。